这是一个自己太强要面对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萝卜糕。没有啦，我不会忘记啦。真的是没地下室就不会追我。欸，邦邦，欸，你找我干嘛呢？这邦邦真有趣。我的枪，哎，还不丢啊？这么逼啊？哎呦！你刚才就炸过一次，还以为我在给你炸。啊，哎！哎呀！哎呀！这个红红的我看不到啊，真是的。好啦，可以了。OK。丢舞台结束，然后速成三分，哎，还要跑去跟人家角落那边修机，光跑过来我就过半了。哎，这邦邦自己掉下去，那个炸弹没有放好，搞笑。见了吗？哪里？跑跑跑跑跑跑，应该走得到吧？哎，感谢。我刚才本来想说走到底的。可是我看到佣兵他四指一发，我想说那我应该还来不及开完吧，我还是不要过去好了，不然有机会自跑的。